这两个相连的世界就像一对双胞胎，我们必须牺牲一个，另一个才能存活。当年在我这儿也是像你一样这么的固执，这一切是怎么回事？难道就是暗藏在北极边缘的空中大陆吗？远处那道光束和实验室里看到的光束一样，我得过去看看。
起来，像是有人曾经在这里生活过。在飞往那道光束所在的地方。